各位从基礼拜堂嘅弟兄姊妹平安。自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嚟，我哋都好珍惜能够一齐面对面一齐崇拜嘅日子，亦都系诶觉得能够咧有机会同其他人诶亲自见到面问安，讲一声平安呢，其实系何等珍贵同埋咧幸幸福嘅事情，因为生命可以喺我哋面前转眼就会流逝。 我特別誒、呃、鼓勵仍然係響侍像方式係參與崇拜嘅弟兄姊妹嚇、啊。如果你健康同埋環境許可嘅説話，誒、呃、鼓勵你咧盡量親身嚟參與崇拜。咁咧就崇基禮拜堂咧有大把地方夠容納大家嘅咁嚇。崇拜咧係一個誒、呃、神性嘅時間同埋神性嘅空間。我哋一個星期之中咧係響一個特別嘅時間。 在一個特別嘅地方嚟到一齊崇拜，呢、这個經驗呢係唔可以代替嘅。大家試諗一諗，喺疫情裡面嘅時候嚇、啊，有啲時候呢連誒教會都冇辦法開放，誒、呃、聖堂呢都冇辦法開放嘅時候，大家喺屋企裡面崇拜誒、呃，難免呢會分心。有時候呢個叫,下你,、这个、叫下你啊，嗰個叫下你啊咁嚇。大家亦都冇乜理由呢着住成套西裝咁呢係即係喺鏡頭前面崇拜嚇，咁、啊、覺得呢係好。 即係奇怪嘅一件事咁嚇，而且我哋亦都会迁就自己嘅时间，呢啲咧都同我哋实体崇拜咧系唔同嘅咁。仲有咧，其实当大家咧系离开屋企，准备去聖堂崇拜嘅时候，呢、這个咧其实都系崇拜嘅一部分吓，系灵性生活嘅一部分吓，大家试谂一谂嚇，你一步一步咁样行上黄山睇黄山风景，同你。 坐登山吊车去到黄山山顶睇黄山风景，嗰、那个感觉咧系唔相同嘅，因为一步一步走上黄山咧，系花咗你好多嘅气力，而结果呢个气力咧，系成为咗整个体验嘅一个部分咁。崇派同埋灵性生活咧，其实都一样吓，冇付出嘅信仰咧，唔系信仰，只系咧资本主义社会所提供嘅一种娱乐或者产品吓。希望大家咧都。 多啲參與呢一個實體嘅崇拜嚇。誒當然除咗你誒現時唔響香港冇辦法參與，又或者你呢唔舒服嚇誒身體咧抱恙冇辦法嚟參加，自然呢啲都係例外啊 <coughs>。好啦，我哋翻返嚟今日崇拜嘅主題啊。今日咧係聖靈降臨後第一主日，亦都係教會年歷嘅三一主日。我哋讀咗四段聖經，分別係以賽亞書、詩篇、羅馬書同埋以翰福音。 我上次咧，即系综合呢四段经文嚟到同大家分享。个主题呢，就系上主嘅臨在吓。我分诶三部分同大家分享下第一部分系呼召嘅上主。我嚟睇第一段经文，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到八节，记载咗上主呼召以赛亚作为先知，上主嘅代言人。圣经里面呢，有好多呢系人接受上主呼召嘅记载。 我哋咧叫呢啲叫做呼召嘅記錄或者記載啦嚇，包括上主呼召阿巴拉罕，記载在響創世記十二章一到三節嚇、啊；呼召摩西，記長出埃及記三章誒、呃、第四節到十七節啊。然後咧呼召約書亞，響呢係誒、呃、約書亞記一章一到九節；呼召耶利米，響耶利米書一章三到十節，等等等等嚇、啊。而以賽亞書六章一到八節咧。呢 其實應該到第三十三節先結束噶呢、这個誒、呃、呼召嘅一段經文啊！你可以話咧呢一段咧係非常經典，亦都係咧大家非常熟悉嘅其中一段嚇。上主以君王嘅身份，以佢嘅尊貴同埋榮耀嚟到向以賽亞顯現。我哋現代人如果咧讀呢一啲經文嘅時候，我哋就話以賽亞經驗到一個超自然嘅現象。 六章一到四节讲以赛见到上主喺高高嘅宝座上面，周围呢就有天使相伴，而且呢，天使高声讲呼叫：，盛在，盛在，盛在，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遍满全地。除咗有呼喊嘅声音之外，除咗有天使之外，伴随住嘅就系地震同埋电里面充满住烟云，就好似呢摩西响西乃山上面所见到嘅。 喺出埃及記十九章十八節咁記載嚇，西乃山全山冇煙，因為耶和華在火中降臨山上，山的煙霧上騰，仿佛逍遥整座山劇烈地震動。以賽亞見到呢個嘅異象，同佢日常嘅生活所見到嘅嘢係截然唔同嘅，呢個係一個超越日常嘅經驗嘅一個現象 呢個可以話係一種我哋今日又叫佢做一個神秘嘅經驗啊，或者我哋有時候叫神契嘅經驗啊 <coughs>。對於親身經驗過嘅人係無比深刻，甚至影響同埋定義佢自己嘅一生，但係又難以向其他人去傳述，更加無法複製。除咗呢個超常嘅情景之外，跟住以賽亞就回應。 同埋分享佢嘅苦惱，佢話：禍災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人，住在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又因我親簡看見大君王，萬君之耶和華。響二賽亞書第六章第五節 <coughs>，凡親身體驗過、經驗過上主臨在嘅人，我哋都有好清晰同埋強烈嘅感覺，就係、是、上主係無限嘅聖潔，自己。 就系非常嘅不洁，呢 <laughs> 个可以话系神圣嘅观念最核心嘅部分。呢、这个亦都可以话我哋体验到上帝一个最深刻嘅部分，就系、是、我哋同上帝系有别嘅，而且系有一个好清楚嘅不同吓。<laughs> 圣经里面诶唔、呃、单止咁样样讲吓。 而且呢，以賽亞亦都咧唔止講到自己，佢係涉及到佢所身處嘅社會。佢話唔單止佢係不潔嘅人，亦都係住咗喺嘴唇不潔嘅民眾。即是話佢哋亦都係一個不公義嘅社會，係一個不清潔嘅社會。<coughs> 之後咧，整經就記載咗一個潔淨嘅儀式嚇。 天使就用烧红嘅火炭咧嚟到洁净以赛亚嘅嘴唇，除去佢嘅罪，使佢成为圣洁，好预备佢咧嚟系服侍上主。头先我哋讲过呢系诶圣洁嘅其中一种最核心嘅观念就系我哋唔系圣洁嘅，我哋同上帝之间系有差异呢一、这个界限吓，就系圣洁与不洁吓嘅一个圣洁好核心嘅观念，或者我哋对上帝形成一个好核心嘅观念。 但系第二個觀念呢，亦都係非常核心嘅，就係、是、人想進入上帝嘅裏面，我哋叫呢個呢，即係係與上帝嚟到契合 union with God 呢、啊这個呢，亦都係所有人類嘅一種嘅渴望。咁 <coughs> 所以兩個呢，你可以話相矛盾，但係呢，亦都係同時存在嘅嚇、啊。而我以賽亞呢，係經驗到上帝係潔淨佢，使到佢成為聖潔。 可以與上帝去親近。當咧佢被聖潔之後，然後呢，上主就向以賽亞發出一個呼召嚇。呢、這個呼召呢，係以一個問題嘅方式嚟嚟出現嘅。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以賽亞呢，就好爽快咁答應啦嚇。我在這裡，請差遣我。係喺以賽亞書第六章第八節。 呢节经文咧，成为咗好多基督徒佢读圣经嘅时候，听到上帝呼召嘅一个印证吓。所以你可以话咧，呢一节嘅经文咧，系不断咁样继续嘅嚟到呼唤唔同嘅人嚟到服侍上帝。各位弟兄姊妹，我哋可能都有上主临在我哋生命嘅经验吓，上主嘅圣洁映照出我哋嘅不洁。 我哋因为咁，对自己有一个更加深刻嘅了解，而我哋亦都经验到上主去洁净我哋嘅生命，使到我哋咧系如释重负，有一种咧系轻松嘅感觉，唔再咧系承受罪嘅重压，使我哋咧可以亲近圣洁嘅上主，同佢咧有契合嘅关系，好似以前系一样。不过我哋要谨记一下。 上主係一位呼召嘅主，我哋唔好停留喺呢一個與主契合嘅階段，正等於咧好似彼得同耶穌喺登山變像嘅時候，佢就想停留喺呢個美好嘅時光裏面。呢、这個咧喺路加福第九章咧係有好清楚嘅記載，而係我哋都應該落山去服侍世人，因為上主咧係呼召之主之主係一個使命之主，佢呼召我哋差遣我哋。 使我哋成为上主嘅使者同埋代言人，去完成佢交托我哋嘅使命，将真理、将生命带到世界上面每一个需要真理同埋真实生命嘅人同埋地方嘅里面，亦都吩咐我哋使到呢个世界成为一个可以亲近上主嘅一个嘅地方啊！使到呢个世界咧得以被洁净。好啦，咁可能大家会问，咁究竟我？ 唔係一個傳道人，我點樣可以實踐呢個使命呢？我並唔係以塞啊，唔係一個先知，我又應該點樣做呢？咁好簡單嚇、啊。如果你係一個老師嘅，你咪好好咁樣教書咯，就係、是、你嘅使命嚟噶啦咁嚇。幫助學生，教導佢呢，能夠係明辨是非、分辨真假，做個善良嘅人嚇。耶穌話：是就説是，不是就説不是。咁若再多説，就是出於那惡者即係教。 學生咧應該咧係啱嘅係乜嘢錯嘅係乜嘢咁嗱。如果你係教歷史科嘅呢，咁就唔好當冇發生過嘅事，當呢有發生過，又唔好當呢發生過嘅事情呢好似冇發生過嘅一樣，如實咁樣呢教導我哋嘅學生咁。如果你係一個律師呢，你又點見證常主呢？咁？又係好簡單嚇，你保持住專業嘅守則。

就系做响主身上面啦，咁正等于呢啲无各界医生去到最贫穷嘅地方去医好有病嘅人，唔系理佢究竟你有钱定系冇钱一样。其实呢啲原则，无论世界点样变都好，我哋都应该唔改变去持守嘅。第二，我想同大家分享嘅上主系威荣嘅上主。第二段嘅经文呢，响诗篇二十九篇系一首呢系赞美上主威荣。 同埋佢嘅能力嘅詩篇，佢掌管整個宇宙穹蒼。呢首詩咧分做咗三個部分嚇，第一、第二節係呼籲人讚美上主，第三到到第十節係讚美嘅內容，到到第十一節呢，就係一個結束嘅祈禱。以下呢，我哋呢係細心啲欣賞下呢首嘅詩篇嚇。第一節話上帝嘅子民啊，你哋要將榮耀能力歸給耶和華，歸給耶和華。 要将耶和华的名的荣耀归给他，要敬拜神圣荣耀的耶和华。呢个系一个呼吁，要以色列人呢系赞美上主佢嘅荣耀、佢嘅能力同埋佢嘅神圣。第三、第四节呢，开始就叙述上主嘅能力。耶和华的声音在众水上，荣耀的上帝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 上主嘅荣耀同埋能力，唔单止系响海洋、湖泊同埋河流上面打雷呢一啲，我哋现在咧叫佢做自然界嘅力量，系咪吓？其实当圣经咁样形容嘅时候，其实佢形容紧嘅系亦都系一种象征性嘅语言去讲述吓、啊，就系、是、呢个水系一种咧系创世嘅时候运行响水面上面嗰种嘅能力。 當大家咧讀創世記第一章第二節就有啦嚇，亦都係一種咧係象徵咗毀滅同埋死亡嘅洪水嗰種嘅力量，海嘅力量。大家咧讀啟示錄二十一章第一節咧，亦都有啦，因為嗰度講咧係海也不再有了嚇。呢啲咧都屈服響上帝嘅威力之下，係一個咧係咁嘅意思咁。 第五到第九字咧就讲到咧呢种力量所产生嘅作用哈。耶和华嘅声音震碎香柏树，耶和华的耶和华震碎泥巴乱的香柏树，他使泥巴乱跳跃如牛毒，使西莲跳跃如野牛毒。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耶和华震动加西的加低斯的旷野，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 樹林也脱落正光，凡在他殿中的都稱説他的榮耀。閃電同埋雷轟，使到黎巴嫩最堅固嘅香柏樹都震動使到最高嘅山峰，嚇唔喐嘅山峰好似黎巴嫩啊西連係另外一個山啊，其實另外一個嘅叫法呢，就叫做黑門山，可能大家比較熟悉一啲。 喺聖經裏面咧，《生命記》第三章第九節呢係有記載嘅。呢啲明明呢唔喐嘅山都震動起上嚟，一啲呢係平時呢，你可以話呢係非常寧靜嘅地方啊，加低斯嘅礦野嚇，礦野乜都冇啦咁啊，或者呢係無鹿非常之安靜嘅動物嚇，當佢呢懷胎嘅時候呢，啊誒非常之靜態嘅嚇，唔喐嘅咁嚇。 佢竟然咧都因为咧呢个誒地震雷光等等咁，而咧系冇碌都会落胎，连呢系高山都会咧系震动吓而你咧火焰咧都会咧系分叉，有啲似咧系地震嘅时候咧，將呢个土地咧抹开两边一样咁吓摧枯嘅樹木系片葉不留吓呢个咧系一种几巨大嘅力量咧咁。咁最后尾咧第十字咧就总结吓 之前所顯示嘅上主嘅能力同埋佢嘅榮耀要要話坐在洪水之上為王，呢一個咧係和合本修訂版嘅譯法要要話坐着為王直到永遠。嗱誒，坐在洪水之上呢？呢個肯定唔係一種我哋所見嘅事物嘅一種形容，因為一個人坐喺洪水之上，亦係就俾洪水沖走嚇，亦係啲水呢。 都会经过佢，然后流向前方。人唔能够阻挡住水嘅吓，咁所以呢个呢，其实你可以话系一个象征性嘅描述，系上帝征服咗洪水，洪水都屈服响上帝嘅能力之下，系一个呢系咁嘅意思吓，而唔系呢一个呢系即系我哋呢系平时呢所描述嘅诶，即系嘅意义吓。咁去到最后一节，就系、是、呢系。 用一个祝福嘅语吓嚟到咧系结束整首嘅诗篇，耶话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话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我哋今日读呢篇诗篇嘅时候，我哋系点样去理解呢？咁 <coughs> 我哋会诶、呃、讲世界万物，我哋叫佢做自然界吓。头先我哋读第一段嘅经文以赛亚书嘅时候。 就話係超自然嘅一個嘅启示嚇。咁 <laughs> 然後呢，我哋讀到呢啲經文嘅時候呢，我哋話呢啲咧係自然界發生嘅事情咁。<laughs> 我哋呢，將自然界就描述為呢係有別於上帝嘅被造之物，一個客觀嘅存在。我哋會話風雷雨電啊、海嘯地震啊呢啲，全部都係自然現象，冇乜咁稀奇啊咁。 舊約時代嘅世界同埋宇宙觀係同今日係完全唔一樣，我哋唔可以用今日嚟到係想像當時詩篇寫嘅時候究竟係乜嘢意思而詩篇用嘅字眼呢，其實係充滿住象徵性嘅語言。佢描述上主打雷係顯現上主自己係臨在於呢個世界嘅裏面，佢唔會將呢自然。 同埋上帝將佢一分为二，呢啲叫做咧客观嘅存在，嗰啲叫做咧系超自然嘅事物，就唔會咁样样形容嚇 <coughs>。我哋今日喺城市里面生活啦嚇，狂风暴雨嘅时候，我哋匿埋屋企，感到非常安全嚇。地震嘅时候，我哋有时都唔会担心噶，我哋话香港唔系地震带咁 <coughs>。而且咧，就算喺地震带嘅，现在嗰啲楼宇咧。 基本上面都有防震设备，就唔会冧嘅咁。但係如果我哋走出我哋嘅城市，你去到冰封嘅雪山，去到咧系渺无边际嘅沙漠或者海洋，一个人嚇、啊，或者咧你惊艳到睇到冲破堤圍嘅巨浪同埋洪水，突如其来嘅海啸同埋地震、火灾喷薄出嚟嘅火焰、震耳欲聋嘅雷声。 如果我哋自己親身去體驗過呢啲，唔係睇電視睇到，我諗我哋仍然感受到一種嘅恐懼、渺小同埋人類嘅脆弱，亦都使到我哋更深刻嘅認識上帝係邊一個 <coughs>。教會改革時期嘅巨人馬丁路德，佢就曾經俾打雷嘅聲音咧嚇到佢咧，係降服於上帝之下。佢就話：如果我仍然因為呢個打雷， 冇死到，执翻条命，上主啊，我就愿意侍奉你啦咁啊！咁呢个呢系马丁路德一个非常深刻嘅经验啊！唔知我哋今日呢，会唔会都经验得到？十年前啊，诶，大家记唔记得十年前系乜嘢呢？咁十年前呢，有个日本福岛三一一大地震吓，我哋喺画面上面系见到地震海啸嘅画面，我哋都觉得呢，非常之震惊吓。 咁 <laughs> 我就喺三一一之后嘅一个月，即系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一号啊，就俾香港咧派过去咧，就同埋日本基督教协进会嘅总干事吓上田博子牧师，同埋咧南韩台湾几个教会代表咧，就一齐去探访灾区吓。咁探访灾区诶，就比较经验到实际睇到发生啲乜嘢咁吓。咁第一就系、是、经验地震。

成個重島咧，俾海水咧浸泡個浸泡過之後嗰種嘅現象啊！我哋去到咧係石卷市嚇最近海邊嘅一個地方咁嚇。咁嗰度啲房屋咧全部都爛晒嘅嚇，冇水啦，冇電啦，已經一個月咯咁啊，亦都冇人響嗰度走動嘅嚇。咁咧就我哋經過嘅時候咧，係我依家仲依稀即係有咁嘅印象啊，就係、是、聞到一種咧係非常難聞嘅氣味咁。 嚇，係平時我哋呢個房屋裏面呢，就唔會有呢啲咁嘅氣味噶，好似一個死城一樣咁嚇。咁、啊、啲車呢，就俾海潮呢係衝到呢，係響呢係平時唔會去出現嘅地方咁，譬如響個田嘅中心嗰度有架車嚇。誒、啊呃，譬如架車呢係漂響一個即係石殼嘅上面，個石殼呢係有幾尺高嘅咁嚇。呢、啊、啲呢，我都覺得呢係。 好超現實㗎，即係好似咧係唔係喺呢個世界裏面發生的一樣咁嚇？我哋成團嘅人咧都係驚豔到嚇，睇到呢一個咧係即係自然界嘅力量嚇。我哋會唔會喺呢啲嘅經驗裏面，同樣唔止睇到呢個自然界嘅力量，我哋同樣咧睇到嚇，即、就、係、是、上帝嗰種嘅能力同埋佢嘅榮耀係喺呢度係臨在呢。咁。

聖靈內住喺我哋內心裏面去工作，打動我哋，改變我哋，使我哋認識自己係邊個，認識自己咧係一個罪人等等啊！呢啲呢，我哋都話咧係聖靈嘅力量啊。羅馬書第八章十二到十七節就講到呢當一個人認識主之後，同主建立咗關係之後，嚇我哋呢生命裏面嘅改變嚇，佢話呢，我哋呢就成為咗一家人啦咁。

即係咁高超嚇，咁其實呢，佢嘅名字係唔可以喊出嚟嘅，唔可以叫出嚟嘅咁。但係呢，去到呢係新約嘅時候，當呢係誒，即、呃、係、就是、保羅去形容我哋同上帝之間嘅關係嘅時候，佢用咗呢一個呢係非常之常用嚇，亦都係呢人類呢係可能呢學話嘅時候呢，可能係第一、第二個會識叫嘅就是、阿爸嚇，即係呢個呢係一個嘅發音咁嚇。 嚟到咧形容咧我哋同上帝之間嘅關係啊，咁聖經就話呢、这個唔再係一個奴仆同埋主人之間嘅關係。咁當然我哋聖經裏面亦都譯做奴仆啦咁啊。咁但係如果我哋咧知道，即係新約嘅時期，其實嗰個即使一個奴隸啊嘛嚇，即係完全冇自由嘅一個人嚇，係差唔多咧等於呢一種物件一樣，或者咧係冇價值嘅咁嘛，即係一個咁低嘅一個位置咁嚇，同埋主人之間。 嗰種咧嘅距離咁嚇，誒見到主人都驚嘅咁嚇，但係唔係啦？依家咧同上帝之間咧就係咧係好似阿爸同仔女一樣嘅關係。聖靈內住喺我哋內心裡面，去引導我哋，使到我哋咧係渴慕上主，使到我哋咧係經驗到上主嘅指引，使到我哋願意，亦都有力量嚟到過一個聖潔嘅生活。 唔再咧，系喺咧系上主唔喜歡嘅邪惡嘅事情嘅裏面。保羅嘅形容呢，就係、是：如果上帝嘅靈住在你們裏面，你們就不屬肉體，而是屬聖靈了。嚇，即係我哋整個人完全屬於上帝，亦都有上帝嘅靈住喺我哋嘅內心裏面去做呢啲嘅更新嘅工作，使到我哋得以改變。 有時候我哋可能話：，誒、欸，我唔係誒同琴日覺得自己都係同一個人啦，咁嚇，唔、啊、覺得你自己變咗好多咁嚇、啊。我哋每一日呢嗰、那個經驗咧都係連貫嘅咁嚇。但係正如呢，有時候呢，你有啲呢係誒冇見好耐嘅朋友嚇、啊，你一年之後你見見佢嘅時候，佢話：，唉、哎，乜冇見你一輪，你瘦咗喎咁係咩係咩？我瘦咗乜我自己唔覺喎咁係咪？因為你每一日每一日嘅轉變，正如我哋做基督徒嘅時候。 我哋可能呢一年裏面，我哋唔覺自己變咗好多。但係當我哋咧受聖靈嘅塑造嘅時候，人哋睇你嘅時候就唔同喎、哎。你你平時講嘢都唔係咁好粗魯喎。依家點解斯文咗咁多咧？點解你温柔咗咁多呢？即係真係經驗到你係有個實質嘅改變。一段時間之後嚇、啊。

最明顯嘅例子係乜嘢呢？最明顯嘅例子呢，就係好多國家都話我係好愛和平嘅咁嚇，但係呢啲國家呢，都不斷製造更強嘅武器，同埋訓練更強嘅軍隊嚇。最強嘅國家都係咁做。如果你問呢啲國家你點解需要咁多武器、咁多軍隊呢？咁佢哋呢都會咁答：呢啲呢，係愛嚟保護我哋嘅人民嘅咁。咁結果。 个结果系点呢？咁就系、是、国与国之间，大家唔信任咯。结果呢，就系大家都喺军事竞赛里面咯，要成为最强嗰、这个啦。咁呢个呢，就系人类嘅悲剧啦。咁吓，即是话假和平之名去发动各种嘅战争，咁样落去，人类又点能够有和平呢？咁所以我哋需要呢，上主与我哋同在，去改变我哋每一个人嘅生命吓，使到我哋成为一个和平嘅使者，去追求真正嘅和平。 聖經裏面加拉大書第五章廿二到廿三節就咁形容嚇，佢話聖靈所結嘅果子係人內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温柔、節制，呢啲事情係冇律法禁止嘅。當我哋都為呢個社會嘅緣故，貢獻我哋一分嘅力量，貢獻正面嘅力量嚟到去，好似聖靈呢啲果子一樣嚟到呢係生活喺呢個世界上面。

当我哋生活喺圣灵嘅能力嘅里面嘅时候，我哋就有力量去产生改变，使到呢系上主对我哋呢种感动嘅力量，亦都成为我哋生命嘅动力，为到呢个世界呢，嚟到创造和平，建立呢系兄弟姊妹嘅关系同其他人吓，与上帝呢，建立一个呢系父母与子女之间嘅关系，呢个系一个重生嘅生命，系圣灵自己特别嘅作为。 總括嚟講，上主係呼召嘅上主，佢向我哋顯現並且呼召我哋去完成佢創造同埋更新呢個世界嘅使命。上主亦都係一個威嚴嘅上主，喺呢個世界裏面嘅萬事萬物裏面顯示佢自己。我哋透過世界所發生嘅一切嘅事情，我哋更深刻嘅體驗佢嘅臨在。上主亦都係感動人嘅上主，佢差遣聖靈進入我哋內心，感動我哋，更新我哋。 使到我哋成為新人，並且肩負起和平使者嘅职份，響神同人之間、人同人之間去製造和平，盼望上主保守同埋赐福我哋眾人以及佢嘅教會，使到我哋都能夠成為佢合用嘅器皿，誠心所願。